相当于是激励一下自己嘛，能够瞬间把情绪包括爆发力这方面调动起来，这样子。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赛亚人，很喜欢吼一下，然后能让自己有相当于是附身的那种感觉。确实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因为其实我们速度过桩个人计时赛能够到3.88几，那其实我个人认为相当于是百米男子选手能够跑进9.80这么一个水平的，所以说确实非常的厉害，也同时为他们今天获得这样成绩感到高兴吧。